五言就行啦，同款的道理啊。你若做恶的因啦，因就是正气，因缘会如来的事，那做人啦，这个恶的果呢，就现前。真的有真实的道理好去推测。现在你拢甲人结歹缘，那么你甲人结的歹缘呢？后悔伊甲你见面啦，绝对是无好面相看。这伫咱初生初世，咱都有迄个因果，马上就会出来啦。你若对人真好，哪怕是伊对你呢印象无好，只要你耐心啊、修行啊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啊，下决心啊，甲伊结好缘，自然呢，迄个印象会改变啊，会原谅你啊，不只是原谅，佫会了解你啊，你是真诚的，所以呢。会甲你做好朋友，改弯识结，这是伫即世人啊，咱会当马上了解，知影是安尼，咱唔对，认一个唔对啦，忏悔啦，伫即世人呢，就会当马上改弯识结，也那是啊，唔肯认错。那这世人呢，改不开就来世人啊。那爱看人，甲人结的是偌呢深的仇啊，偌呢大的恶啊。所以呢，迄种的仇报长久啊。这过去咱拢有讲过去，所以口业吧。造成了真多无同的恶因恶缘啊！何况呢？这个大妄语业，未得为得啊，未正为正。所以伊讲，先以协众，救济穷境啊，速速穷用啊。如是妄语，这就是妄语嘛。你常常就是显于形象，你都无影看到。你讲看到啦，哇，天神来啦，鬼神来啦，啊，就是为我而来啊，就是要来甲我救法啦，要来甲我尊重供养啊，这种呢，拢是显于形象啊。啊，我会当通替你排解，因为呢，在天鬼顶顶啦，我拢讲会通，所以呢，我会当甲你加持哦，我会当解你的冤结哦，真呢，对啊，唔对呢？家己就是一个凡夫，家己的业都也未开解啊，咱哪有法度通去解别人的业嘛？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唔过呢，偏偏就是有安尼的人，为着世俗供养，所以呢，以卡眼那怪力协众，那种怪力乱神呐，真呢，伊到底为着什么？莫非呢？就是啊，剃刀迄种呢，得到恭敬恭用，得到这个利益的恭用，所以造成了妄语业啊，啊，何其深嘛！这种呢，罪恶的深。中吼，那世人未当通正见，反倒倒来呢，甲大家人引入呢，迄、那个迷思、迷信，那安尼呢？这不是咱的本分事哦。有的人心伫咧惊吓，惊吓是有鬼啊，惊吓有什么款的恶运啊？
大家人伫咧惊，咱都爱用智慧去解安伊的心嘛。咱绝对唔通去恐吓伊吼，去予伊搁再较惊讲，吼、哦、你未来吼会得到啥物，你搁无偌久会安怎安怎？那安尼呢？予伊心惊吓啦，心病生啦，心病就生啦。所以呢，会记得一位教授呢，伊是病理学家，伊就甲我讲。伊讲我实在讲，人毋是病死的啦，多数拢是惊死的啦。因为家己的心直直起疑啊，啊，即摆来去检查呢，本来拢无虾米代志，去检查了后，啊，有的医生就讲讲，哦，你已经那、啊、已经安怎，就开始呢，心就慌啦，就惊啦，开始呢。从此开始，伊就变成一个呢，本来是一条龙啊，就变成一条虫啊。我病了，我什么都袂当做啦，我阁无偌久尔啦，啊，就赶紧来去求啊，求看会当阁长寿无？赶紧呢，付出偌尼正侪钱去消灾啊，唔对啦。检查了后呢，那是讲啊，有安怎哦？咱应该呢，爱知影家己的身体过去，我唔知。起码呢，医用这个科技，互我知啦。我的身体安怎？来，医生会当治疗无？哦，会哦。药啊，安怎食都好啦，或者是呢，安怎治疗的方法配合医生啊，就无代志咯。人啊，总是呢有大自然的法则。既然呐、啊，业呐爱来的时啊，躲也是躲不过啊，咱就应该呢爱知影讲，只有使用权，无所有权，因为呢。所有权已尽啦，咱都要回归。咱本来就是无啊，无这个身躯，就是以父母有缘啦。甲过去呢，甲这个世间的这个业力有偌济，业未尽啦，走未去啦。咱人人拢总是来人间有一段的劫。是要来善业，或者是来恶业呢？是来报恩呢，或者是来报仇呢？那都要看家己，知影道理呢，咱反恶为善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咱这世人呢，有偌长的时间，咱都是做偌多的好事，把握时间，无所有款。只有使用权，啊，咱平安自在啊，还阁有啥物好惊呢？啊，若是医生讲啊，咱就安尼安尼治疗，迄袂啊紧啦，吼，咱就接受嘛。安尼呢，叫做智信，这都无迷信啊，都唔免阁去求神啊，唔免阁消灾啊，唔免阁去解运。什么人有法度通为你消灾？人人啊，拢是凡夫嘛。什么人有法度呢？为你去解运？佛陀嘛安尼讲啊，众生业啊，无法度转，佛有三不灵嘛。哦，那以不灵转众生的业是其中之一哦。连佛都无法度呢？转众生的业，伊只敢那会当呢，甲众生讲业是安尼造成来，因你爱知，果你爱知，所以呢，因缘果报，你应该爱知。